先生是你哦、喔，哪里？哎呦，那搞不勒所人来就好啊，那个大灰啊，哎，来边请。啊，因为你算上介意花啊，所以我就特别扎这花来送你。哎，希望恁家哦，会当加一挂花香甲色彩。啊，多谢你啊，啊，这这这，哎。先生，我先跟你回去的啦。啊，因为即阵嘛，我都正常去上班，啊，所有工课哦，拢是用这家长咧无闲。我即阵哦，感觉对你也够用这，感觉歹势啊。咱是家己人啦，无需要讲歹势。啊，而且是爸甲阮妈先对不起你诶。后来，因是因你是你啊，你是真心咧对待我呢，你把我当作哥哥，你嘛永远是我诶小妹啦。好啦，卖讲这啦。哎，珊珊，你敢讲真好呢？哇，这花足水嘛，足香诶。哦，对啊，咱台湾的花哦，真正袂输国外。我今仔去买花的时阵啊，才发现讲，即摆买花足方便的呢。像咱岛附近的社区花店啊、超市、量贩店，都会当买着。啊，即摆母亲节你要到啊，若是会当买康乃馨送我阿妈、干妈，伊一定足欢喜的。嗯，啊，是讲最近啊，因为疫情的影响啊，真侪行业啊，拢受了影响。咱应该吼，即马买花才方便着哦，你加买一挂花来帮助花农多花来管。嗯，对啊，所以我就甲永健讲哦，最近公司若办活动，就爱加支持国产花卉，帮助大家度过即个困境。嗯，啊，而且较早咱去南岛做人客时阵，拢会买水果礼品来做伴手礼，以后会当像我今仔日咁款，用花当做伴手礼，安尼嘛算是一份特别心意。哎，珊珊，袂歹，你这 idea 真好呢。哎，阿有你吼，你用这辛苦比斗啥工哦，我加我放心的。哎呦，无啦，啊有足侪所在哦，我阁唔捌嘞啦。啊，我刚来当课外直觉来给永健建议，所以上好的办法吼，就是你赶紧回去，甲永健做伙拍拼。哎，天平兄，我知影爸甲阮妈拢做对不起你的代志，啊，不过我。大兄大嫂，甚至是永健、甲阿嬷，阮拢是真心把你当作是家己人诶。嗯，我知啦。好啦，我来赶紧振作起来，我家己哦恢复较早正常个生活啦。是讲先生，你一定要记，一定要及时珍惜啊！你身躯你爱的，也够你爱的人，唔通像像我安尼啦，心肝内哦抱着遗憾。林兄，不管哦，别人安怎甲你讲哦，你拢一定爱相信家己的判断甲直觉，爱坚持落去。啊，因为我相信哦，这个世界上一定有奇迹，李生一定爱过我，你一定找到伊。贵弟哦，我无法度甲你讲原因呐，啊，不过我当甲你保证，不管伊甲你讲啥哦，伊绝对拢无可能是李生。顶个咧加鼻涕的时阵，你非常肯定甲我讲，李玲绝对唔是严氏，而且你即马阁甲我讲，讲严氏阁活咧，我一定爱找到伊。你是毋是啥事啊？拜托你甲话讲清楚。因为我相信李硕是一个意志力很强的人啊，伊会为着你，为着恁的宝宝坚持落去，无可能安尼就离开啊。而且伊进前予陈世美反背，伊拢有法度行出来，啊，我就知影，伊就是一个足坚强的人。唔对啊，安尼为啥你有法度这么肯定讲，那李玲伊绝对唔是严氏？因为我有去求枪问李硕的消息啦，我就感觉足希望的。陈明兄。你敢愿意真正相信李硕已经死啊？啊，黄丽玲讲是李硕附在伊身躯顶，这件代志我感觉咱会当偷偷我观察。啊，规定不管安怎，咱要赶紧找到李硕的人，因为对我来讲，在咱还未看到李硕尸体之前，我敢嘛相信伊还佫活的。所以我会永远站在你那边，我会支持你继续找李硕。天平兄，我有代志要先走啊，
啊，若是你有需要到上个所在，这你跟我讲好。哎，免送，免送。先生讲的无唔对，我应该顺着我家己的直觉，把心肝的所有疑问一层一层查好清楚。医师，我刚方便你去见。田丁，你会当你来啊？不好意思，我给吵着。啊，没啦。一点我拢袂，而且我足欢喜的。自从我蝴蝶立定的身躯，你拢唔捌主动来找我。我最后一个问你啊，也请你老实回答我，你敢真正是严希？你是安怎搁问这個？敢讲你看到啥？还是有啥物人甲你讲啥？你才会阁开始怀疑我？这甲别人无关系，是我家己想要问的。我真正无希望讲心肝内有疑问，也是遗憾。进入咖啡厅的时阵，我无甲你讲过啊。虽然讲你即摆的身体是李玲的，你无法用指纹来解锁，啊，不过这是你的手机啊，你家己密码你应该知影。总共你有法在我面头前，即摆解码，我就相信讲你真正是严希。我的手机啊，我是设定图形辨识，啊，不过可能我的手机啊弄到的关系，图形的辨识一直拢无法度辨识成功，所以不是我唔知影我设啥物图形。哦，知影我安尼讲，你一定愿意相信我。我嘛有讲过啊，你要是一直无法度接受我，我愿意离开去投胎，安尼。你就不用这么为难了。是怎样我这是一心想要黏在你的身躯边，会当照顾丁宝，你也要这样怀疑我？连我最爱的人都不愿意相信我，我还黏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？我知道你的意思，我一定会离开。就算讲我唔知影要安怎才会当离开丽玲的身体，我嘛无想要搁踮伫个遮，得爱好好啊保重，好好照顾丁宝。阿哥有啊，自从蝴蝶丽玲的身躯以后。我唔知影啥物时阵会离开，所以我有甲照顾丁宝遐厝的代志，伊啉啥物牛奶，还唱啥物歌给伊听，伊才会安静落来。我拢有提早准备好，我有寄伫个你的信箱，你爱记得去看。歹势，我真正唔是故意。我心情不自然，你先别抓你。你都给我离开了。大姐，日记，严希有写日记的习惯。是啊，李玲拢唔知影我有写日记的习惯。所以李玲，你也知影我跟妍希的秘密，你就是看妍希的日记，你唔才会知影啊。天丁，你是安怎到即马，还是唔愿意相信我？敢讲你真正认袂出来，我就是妍希？我真正感觉就悲哀，是安怎咱两个的感情这么脆弱？我只是我一张面尔，都啥物拢不是啊！安尼咱两个人
已经无啥物好讲的。一本日记是为了要纪念咱两个人的一切，我才会写的。啊，不过经过这阵仔发生的代志，我才发现咱两个人的感情已经停在无在遐。我把那本日记提走已经无意义啊，那日记就留给你啊。淡姐，早知影可能有这天，所以我才一定找人模仿林夕的笔记，把我附身了的心情写下来。你搁想要讲什么伤害咱感情的话？海姐，是我误会你了。这日记里面每一篇，确实拢是叶子写的，你拢同款。这又搁安怎？我已经讲过，对你来讲，我还一条命，就等于是啥物拢不是啊。真正请你给我淡薄时间，我调整我家己的心情，我嘛别搁怀疑你了。好，我愿意给咱两个的感情搁一次机会。啊，不过我这边留落来是为着顶包。我希望你是最后一次怀疑我。我愿意死感爱感恨，你是知影。也许，是的，我真正不是故意变来来回回怀疑你，那是因为我真正无得到完整的证据，我真正无得说服我家己来接受你。你敢知啊？大概我想要接近你的时阵，不过我只要看到你的面，我就感觉我是在反背咱的感情。我心肝我真正出大出大这个感，你知无？你想要确定的证据，好，我会想办法找到我死的证据。那安尼你就会当相信我变成鬼，逼不得已附在你的身体，就是为着要回来你的身躯边。只要你看到证据以后，你就会百分之百相信我，别搁怀疑我，好不好？